姐姐上台前必做的三件事：一、开嗓练琴。平时在演出前呢，我通常都会先开开嗓，练练琴。二、运动热身。做一些运动就是为了要热身，因为上台呢是要保持活力的。三、妆前护肤。妆前护肤是必须的，我用的呢就是 BO 泉冻龄小蓝瓶，抗初老的精华必备啊，用完之后就感觉很滑很亮，上妆呢就会特别贴服。